然花界一日，凡间数年，三界重分之后，人妖共存一界，恶妖扰民作乱之事不绝如缕，凡人唯有仰赖修习道法的天师斩妖除孽，护卫安宁。为天师者，虽为凡人之躯，却负仙者之责，苦修术法于内，挥剑行侠于外。芸芸道门法派之中，属北境凌霄派为各门之最。然凌霄一门隐于崇山峻岭之中，专注修持，潜入红尘，行踪隐秘，世人闻其名者众，得逢会其面者却少之又少。